这个也是你搓来的。然后你等一下特写。今天大家欢聚一堂，要来揭晓吴太肚子里面到底是男生是女生。好，搓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三、二、一。主妇生活。Hello。在你们左手边的这个鸡腿代表是女生，右手边的鸡翅代表是男生。现场就有十个人，一个人各下了100块，猜猜是男女。那等一下答案就在这里面，用这个神奇的棒子，我们就会来一起揭晓这次生男生女的答案。那我们把这个交给吴太咯。不是，你要搓哦。搓了哦，准备好了吗？好。